没有，刚才开车，然后突然就是讯息爆掉，就一堆人密我，然后就说什么，哇靠，男歌手，哇靠，哇靠，恭喜，今天公布吗？哈，是今天吗？然后我直接爆哭，然后边笑边哭的那种。那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还在平复我的心情，一方面是觉得我是真的很努力啦，但是又觉得很不真实。嗯，我妈一定会超开心，超扯的，哇，应该是真的吧？真的，你捏一下这点。还有感觉，还有感觉吗？还给我老妈。喂，怎么了？我入围最佳男歌手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今天金曲奖公布，我入围最佳男歌手。真的？最佳男歌手啊。又欢迎了，上了上了上了，加油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我妈一开始没搞清楚状况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文哲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国昌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珊珊。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！希望风灿传媒秉持正心，持续公正报道真相，发出台湾的声音。祝生日快乐！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，感谢有你。